有一天，植物们来到黑暗时代玩耍，没想到他们遇到了危险，大法师僵尸上来就给他们催眠了，场上的植物都昏昏欲睡了。还好此时石楠探索者急中生智，将大法师击退了，但是万万没想到后面还有一大堆禁卫巨人走了过来，定睛一看，居然有100个之多，还好树根在场，直接来一波无敌树根，但是这只是权宜之计，必须要把他们消灭才行，还好咖啡豆在身边，直接把他们唤醒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面对100个同时出场的禁卫巨人，哪些植物能将他们打败呢？大家帮忙点赞三连投币鼓励一下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世纪大战吧。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